开始了 ，Hello， 它上面写说你的什么小宝贝开始直播营业了 ，Hello，好像是时隔了好久之后的直播开始了，大家好，我在直播前觉得我自己会做得很好，因为，我看了很多别人的直播。还有一些博主的直播，然后到自己的时候就觉得是有点尴尬，因为不知道要说点啥。还好我戴隐形，我能看见你们在说啥。别光让我一个人尴尬好吗？大家说点啥？今天为了避免尴尬呢，我们还准备了试卷来考试，在这里。因为怕就是这么光说话的话会有点不知道干啥，所以就准备了试卷。不是静止画面。吃饭了吗？还没有吃，但是我们点了外卖。最近有吃火锅吗？最近没有吃火锅，但是我一直都很想吃啊。对了，说到这个，我特别想吃那个。最近，也不是最近，我从去年年底的时候就一直很想吃重庆火锅，但是我一直都没有吃到。什么？有人说你胖了？有人说我胖，你肯定不是真心的。我这肯定不是胖，很热。对呀，我也知道我不胖。我知道，我跟你说，但是我最近有在努力的，吃胖一点点，努力的哦，凡尔赛哦，也没有很努力啦，就是有在吃，因为想要再稍微的胖一丢丢。啊，刚才说到重庆火锅对吧？哦，我脸上长痘了，所以 我看一点点磨皮，千万不要说穿在私信好吗？上一点点的磨皮啊，哦，说到重庆火锅是这样子的，我去年年底的时候本来就要吃一家重庆火锅，然后那个真的是已经快一年了，我觉得，因为去年大概12月的，11月我就约过那家店，然后后来就。因为第二天也要很早开工，我就觉得吃火锅千万是不能着急的一件事情，你一定要慢慢的去，是吧？边聊天边，要么你就边追剧边吃，而且我是那种属于到店里我也会带着 iPad 那种人，我一定要吃好吃的东西的时候，我一定要看好看的视频或者说是好看的电视剧或者电影，啥都行，反正就一定要看着吃，这样我就会觉得很满足，就是会。很开心，所以当时本来就是要去吃，但第二天早上要很早开工，所以我就没去吃了。然后呢，后来我又去工作啊，这那的去其他地方啊，然后就一直没约上。然后前几天约上了，然后又没去，因为长了麦粒肿上火，怕我吃了又不好，然后就又没吃上。就是这么一段故事啊。好，10分钟过去了，是不是？我扎我的奶茶，然后我整个那个什么玩意儿，那个这个袋子飞出去了，飞上了天，就跟大家看到那个气球一样一样的。我喝口奶茶哦，烟花绽放了，是谁为我点燃的烟花？小丁丁给你送礼物了。哦，乔晶晶给我送礼物了，真有钱！我都没给别人直播送过礼物，你们看看，我都不会在直播上送礼物，就是我的意思是我不会操作，那他还挺厉害的，多刷点啊，这乔晶晶，虽然钱不给我，但有面儿啊，对吧？女明星给我刷钱，
我喝的是奶茶，但是我不想露出来。什么奶茶？就是正常的那种奶茶呀，就是。想喝了，想喝啊！对对对，原味奶茶，我不喜欢加那个珍珠，我就只是喝奶茶而已。就是啊，我在说啥？就是我不太喜欢加珍珠的奶茶，就是不加料的。但我可以加那个麻薯啊，麻薯的我真的很喜欢，就是很棒，草莓麻薯的那种，草莓乳酪麻薯的那种感觉。但我现在喝的这个是纯的奶茶，就啥也没有，就是奶茶，是吧？秋天的第一杯我喝过了，我也是今年才知道还有这个秋天的第一杯奶茶这个梗，我之前不知道的。可以答题了，可以答题了。我觉得咱们大家聊得挺好的。咋开始答题了呢？谁买的？我工作人员给我买的呀。咋的？你给我买的？说什么呢？乔晶晶是以下哪个女艺人的粉丝？哦哦哦哦，这不是画圈，不好意思，原来这是在旁边选择。如果乔晶晶和高文吵架，你帮谁？我是谁都不帮，因为我也不会吵架。乔晶晶参加的钻石活动叫什么？亮光、闪光、月光、星光，大家来猜一下，有没有看剧的朋友们？来猜一猜，到底是哪一个？乔晶晶参加的钻石活动。我瘦脸没凯，没凯吧？开了磨皮，还非得让我说出来。急眼了，哎，快点儿，那个。快点说，那个参加的活动是啥？这其实是给你们的答卷，你们让我来答题。以下哪种物品是乔晶晶没有的？A 兔子耳环 ，B 兔子玩偶 ，C 兔子包包 ，D 兔子水杯。我来作弊了，朋友，我直接看你们的。乔晶晶卧室床上倒下来砸到她的大玩偶是什么 ？A 玩具兔 ，B 玩具熊 ，C 玩具狗 ，D 玩具 Kitty 猫。满意。看来大家都有追剧。然后上面哦，第四个问题哦，乔晶晶在于途家吃的早饭有以下哪几个 ？A 鸡蛋，我天，这我都忘了。B 玉米 ，C 牛奶 ，D 豆浆 ，E 油条 ，F 豆腐脑。说啥的都有。救救我 ！ABCD， 哇，真好！你这选项，
谁来救救我？我再吸一口奶茶哦。有人说是不是有奖啊？感觉要打嗝了。有人说是不是有奖的？不是有奖的，纯属娱乐而已，没有奖品。佩文还想要奖呢，都吃了。我看不见，不要那个送话啊，可以大声一点，我声音太小了吗？清清嗓，现在好了吗？这手机离我这么近，我还得大声一点。口红色号是什么颜色？哎，我那等一下啊，我们现在再来答一下那个问题，好不好？一百七，第一个问题，我们重新先把这个，你看工作人员辛辛苦苦打的这个，我们先把这个回答完，走个形式啊。A 啊不什么 A？ 第一个问题，乔晶晶高三就读于哪个班级 ？A 三班 ，B 五班 ，C 七班 ，D 九班，请大家回答。我其实已经选完了，但是是打的勾，打的勾。我现在在隔壁写上那个代码。女明星乔晶晶家住在几楼 ？A 二十楼 ，B 二十八楼 ，C 三十楼 ，D 二十六楼。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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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啥不要。乔晶晶是以下哪个女艺人的粉丝？看用谁的表情包。哎哦对，忘记说了，那个 A 高文 ，B 迪丽热巴 ，C 好美丽。哦，这么说出来，我还真的是演了很多女明星。哦，看我自己了。文文，对的。是高文，啊，乔晶晶的生日是哪一天 ？A 十二月一 ，B 十二月十一 ，C 十二月二十一 ，D 十一月二十一。好了，我的这个卷子做完，其实大家已经不在乎这个卷子内容了。因为其实就是考一考你们到底有没有在看，既然大家都在看的话，那么它就没有意义了。好，我们现在进入到下一趴，下一趴是什么呢？我就要给大家来讲画口红的办法。就是其实这是我刚自己临时加的一个直播的时候想跟大家分享的一个东西，主要是我之前画的口红，我刚才是舔了一下嘴唇嘛，老有人说我嘴巴变了，然后什么什么这那的，你知道吧？就是。稍微改变了一下自己的脸啊什么的，我现在来教你们改变一下自己的脸啊，朋友们。首先我们来沾一点口红在这个唇刷上面，然后大家把那个，就我特别喜欢画就是那种嘴巴，就是因为我比较喜欢稍微大一点的嘴巴，所以我会把这个嘴巴稍微画大一点，就是这样子哦，就这样子在这个上面，把这唇峰给它盖过去，这不就变了吗？对不对？这就变了呀，就很简单，就是把它连成片，把它画成一个圆形。这个是我当时看一个美妆的一个国外的一个博主，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博主，就是我看一个国外的一个女生，她有教这个办法，就是让自己嘴巴画得很大。当然她的嘴巴其实没有像我这么小，所以她整个画出来就会很好看。然后我从那以后我就会要画这种嘴，就是哎呀我画歪了，啊就是这样子，很性感，我觉得
就是这样，我就会这样画。嗯，我觉得我这样画挺好看，我自己觉得，但是大家都觉得你这是在干嘛？就你嘴巴为什么要画成一条线？看，这不好看吗？我觉得蛮好看的耶。我稍微擦掉一点啊，像正常一点。等一下，让我先。这样真的很好看啊。我不管了，我就是要这样子。啊，对了，我买过那种，就是，就小的时候大家那个喝那个瓶盖不是会这样嘬的话，你嘴巴出来就会不就会变粗，变那个怎么说，就变厚嘛，就充血嘛嘴巴。然后我还在网上我还买过那种嘴巴形状的那个东西，也是你要一直嘬，就你要把那个里边嘬嘬嘬到就是没空气，然后把它这样弄出来。小的时候经常会拿那个瓶子那样玩，对，然后后来就觉得厚厚大大的嘴巴挺好看的，然后我自己就会就买了那个来试了一下，但是不管用。哎，有人推荐我在嘴巴上拔罐我的妈呀，涂出界了。对，就是要涂出界，就会让你的嘴巴看起来就很性感。我也不那个什么，不期待大家的那个啥支持啊。就对这个嘴巴，这个现在这样子，这头发有点直了。因为每个人对自己觉得好的东西的定义不一样，对吧？而不是好东西，要好看的定义不一样。我这好像一个古风啊，这头有点像那种古装的头。很性感，嗯哼 ，Yeah, I know, 嗯哼哼哼哼，哎，等一下，我看不到那个花儿，拿走，花儿不要给我，那不为啥老有人递花儿呢？别递花儿呢。哦，在刷礼物，这个花儿是礼物啊，画歪了。真假的，哎，真的，哎，眼神真好。这样好了吧，这视频结束去，我的脸又是奇奇怪怪的，对不对？真的，一个嘴巴就可以改变整个人，相信我。嘟嘟唇啊，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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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蜜蜂蛰一下，我还天天追蜜蜂屁股后头让它来蛰我呀，为啥呀？可以发自拍吗？啊，我发我的工作人员帮我拍的一些照片吧，就是正常的。正常有不正常的照片吗？就日常的那种生活照，好不好？因为我，哎呀，我自拍我就不太想那个，就是自拍拍的不好看，主要是觉得。哎，不是有那个吗？那个是叫。Plog 还是叫啥？是吧？没说错吧？小小声的说一下，真的有那个，那东西我可以弄一弄。我看很多人都有发。我们可以吃东西了吗？可以。朋友们，忘了涂发际线，不好意思，群标截图。
这样的，近视多少度？我近视有点不太好，有点不太理想。我近视是有点深的。哎呀，这个知识，你看，我就说会凉。戴隐形眼镜，对对对，我得戴隐形眼镜，不然我看不见。不要再刷这个机器人了，刷这个机器人我看不到。这头发是我自己刚才随便扎的。哎呀，这个盒子我们应该整那种巨大的碗，装一点点东西那种。这个是芝士的那种玉米，拉丝儿的，我感觉我在吃这个的带货的感觉，有一种啊，芝士有点凉了。哎，我要不要拿一个小盖子？帮我拿一下那个盖子，就那圆盖儿。这个也太饭盆了。哎，我这样的话，哦哦哦哦。尝一尝，怎么说呢？有点古怪。我很想做那种啥话都不说，只拍嘴的那个吃播。哦，这筷子好高级啊，这勺。好高级，这个餐厅的图片看起来非常的可口，然后点过来我感觉和图片的相差真的不是一点两点的。然后这是一个什么东西啊，鸡蛋羹、鸡蛋哦，好辣。哦，上头，好辣。哦，这好上头。你的口红怎么？你是现在才看吗？你一会儿回头看一下，反正这也会保留的。就算你不回头看，一会儿也会有一些营销号接这段视频，让大家已经都误会成为我开了瘦脸吗？看我真的太瘦了。有开吗？瘦脸。好像真的有开，不好意思，是我误会你们了。这下还瘦吗？筷子歪了，你就当它是歪的。这筷子哪歪了？没有弯，那是你弯了，筷子没弯。哎呀，我再来吃一次这个吧。怎么说呢？这家餐厅的菜。为什么有那么多人刷牡丹啊？这家餐厅的菜有点怪怪的，说不上来。
酸酸的，臭臭的。哦，我没有吃过螺蛳粉，对吧？螺蛳粉，嗯，好臭啊，这个菜。哦，哦，好臭啊！啊，这是什么东西啊？哦，它怎么这么臭？哦，它这个不对，它是跟我以前吃的那个牛肠不太一样，那个味道真的是内脏的味道。这个是南瓜，南瓜粥，嗯，不好吃别硬吃，我没吃，我不会硬吃的，我觉得是不太合我的口味，但是因为我们现在有很多工作人员，说不定能合谁的口味呢，对吧？反正我觉得我吃觉得不是很好吃。你好凶啊。嗯，认真的吗？咋现在是连玩笑都不能开，是不是在这个直播里？我要认真的跟大家留一套，说一套那个官方的几句话就可以了，是吗？不能开玩笑是吗？如果不能开玩笑也可以，咱们认真的聊聊剧就行了，好吗？然后现在这个是个什么面包？先闻一闻。哦哦，这是那个辣辣鸡，没骂人，但这个真的是那个辣鸡，辣鸡面包还是什么面包？嗯。嗯，我的奶茶活了。哦，这种芝士冻上的感觉不太好，芝士不应该这样被冻住。真。还是刚上来的时候可以这样一打开就可以这样拉丝儿最好。嗯，对，凉了不好吃，凉了确实味道会变吧，我觉得可以热吗？不可以热。我，大家那个不要送那些东西了，好不好？就是可以聊聊天，刷那个东西的话，我看不见你们写的字。哎，刚我看到有人说那个螺蛳粉怎么了？衣服向上拉一点，我里边有吊带。OK 的 ，OK 的。不然的话其实不用你说我也应该会被禁掉。螺蛳粉超好吃是吗？我没有吃过，我都没有吃过。表情包好多。你们是说剧里的表情包，还是说那个现在我应该没啥表情包，我现在在很努力的控制我的面部表情。啊，好好好，这真的蛮不错的。嗯嗯嗯嗯嗯。
所以它上面的面包是拿来吃啥呢？加垃圾。偷偷摸摸地上的薯条。我没啥才艺呀，我只会说。很多人还会唱歌在直播间，但我不会，因为我不会唱歌。喊麦，喊麦是什么？就要喊是不是？今天发呀。今天发那个照片，我来不及编辑那个字啊，其实也是来得及的，就是给自己找一个借口。我今天先弄，然后我那个不是得发一些，还有一些生活上的一些东西嘛，就什么拍拍吃的东西啊，或者是你看到的一些物件啊。所以我就先攒一攒，我看一看我发了我有哪些好看的自拍，或者是他拍，或者是拍景拍实物的那种照片，然后再给他发。那要等好久，嗯，好像是得稍微等一等。我现在带妆是因为我刚才还有一个别的工作，朋友们，我有点亮，对吧？现在还亮吗？嗯，哑光了，哑光了。我感觉我今天的这个直播里啥都有，有美食，也没多大美食，就有吃的，还有化妆师进来没进来，是我的手，是我的手进来了，刚才还有啥吃的？嗯，不好吃，你们可以尝一下，不知道你们的口味会不会喜欢那个，反正我觉得好像有点。跟图片有点出入，没有那么的好吃的样子。化妆视频，认真的吗？你让我出化妆视频，我自己化妆吗？我自己化妆我会干啥？我跟你说，就我只会打底。哎，不对，我会化妆，有一些剧是我自己化的妆。真的，我其实还挺厉害的，我觉得。有些剧是我自己化的妆，虽然最后那一单没有写上我的名字，就是化妆师之类的，或者说是没有给我化妆师那个钱，但我还是化了。有些剧都是我自己化的妆。吃火锅，吃火锅，吃火锅，有人说。我也想吃火锅，但是今天没有来得及准备火锅，下次吧，好吧，或者下下次，或者再下下下次，我们再化妆，我们再吃火锅。迪丽热巴考上清华，为什么会有人刷这种？别给我搞这种好吗？乔晶晶想上清华。啊，那跟我有什么关系？我没有考上清华啊！大家不要搞这种，我害怕。跳惊雷，嗯。
跳惊雷我只会那一段儿，就是大家看到的。我是一个没有啊，什么我是一个，我后来就没有再去研究他那个舞蹈。哎呀，我看不见什么汤好喝，刚才就给我刷过去了，你蠢蠢欲动了，土味姐姐。还有人说下一部剧，下一部剧我都不知道在哪儿呢。煎蛋？哪有煎蛋？那是吊蛋呀。来重庆吃火锅，哎呀，我今年真的蛮想去重庆的，本来是想，就是上个戏拍的时候就很想去重庆，因为我去过两次，我印象当中啊，去过两次，但是两次都是在工作，然后没有出来转一转，我都没有去过那个。是洪崖洞，对不对？对不对？嗯，我没有说错吧？我害怕，对吧？嗯，对，我都没有去过，所以我当时就很想去那边拍拍照。我觉得，哎，一定很好看那种氛围。尤其是晚上的时候，而且我知道那个重庆的那个车不是都弯弯绕绕的，然后能从什么小区里绕过去，对不对？因为我自己没坐过，我也是看那个网上的一些讲解，就说重庆的那个整个车，地铁还是轻轨啊，反正就会那样，我就很想去看一下。还有什么上了几层楼之后，人家告诉你这是一楼那种，啊，我觉得很棒哎。我今天真的很想去重庆，然后还想除了重庆以外还想去哪里，我看一下。嗯，海边，今年好像没有去海边。哦，去了，我去拍广告来着，但是也是拍广告。我本来啊，对了，我本来想做那个，就是好多人不是做了吧，就是那个前面一个船带着，然后你在后边那个翻那个板上冲浪啊，对，冲浪。我很想去试一下那个，但是我又有点害怕。我就在想，就是你知道那种感觉吗？就是你马上要翻下去，你知道你马上就要倒下去那个感觉，就是那种感觉，我就很害怕。但是我之前坐过那个，就下面有一个船，给你支棱着，你在那个一个大的那个气球一样的热气球一样的东西上面，在海上漂那个那玩意儿我坐过，我觉得挺好玩的。那个也是，就马上要下去那一瞬间，你觉得你要不行了，就马上就要落到水里、海里。那我觉得挺好玩的，啊，想玩。哦吗？脚艺人？你在说什么？我这位朋友，我听不懂啊。成都我也去过一次吧，对吧？好像还是录极限的时候去过。哎呀，但是我每次去都是工作的路途当中会经过，但我没有自己在那边多啊。我去过两次，我想起来了，还有一次我在成都吃了火锅啊，我在成都吃了火锅。我吃了很辣的火锅，但是真的好过瘾，因为我吃不了麻辣，我不是很喜欢麻辣，我一直能吃香辣，但是那次我在成都吃的就是麻辣火锅，啊，我印象非常深刻，真的好好吃啊，讨厌，好想去啊。我是不是对一个城市的印象都取决于就是我在哪儿吃过什么？
北铁锅炖，我吃过横店就有东北铁锅炖。云南我也去过哎，嘿嘿，我去云南的时候，当时好像是上海挺冷的吧那会儿，然后我们在云南还挺热乎的，可以穿短袖。然后当时我们拍，但我也是工作啊，拍广告的时候旁边有个好大的那个热气球，但我也没做成，我就是这么一说，哎。青岛的话，录创造营的时候在青岛待过一阵子，但是也是中途去，然后我们待在那个比较郊区一点的地方，我都没有去过青岛的市区。哦，对了，我还想去哈尔滨。对，我还想去哈尔滨。因为我在上预科的时候，我在长春上预科的时候之前有去过哈尔滨，带着我妈妈我们去溜达溜达了大概也就一天就回来了，然后当时就觉得好漂亮，但那会儿还不懂拍照，就是不知道要拍个照留个照片啥的，好像就只是转了一圈就回来了。而且带妈妈去，我忘了她好像是要去吃啥东西啊，不是买啥衣服还是什么的，然后就哎呀，我现在特别后悔，就是之前一直说到哪儿都是先以去购物为主，这样的旅游真的好不好？很不好，以后还是要去多看一看。哎呀，真的，其实有好多地方都没有去过，都很想去看。哦，天津，哦，我跟你们说，我在天津，啊，我吃过一个牛肉饼，真的，你知道我现在不提了，真的太好吃了。我的妈耶，就是那个牛肉饼，真的就是那个味道，哇塞，我到现在都记忆犹新，就是我能一天吃死，也不是一天，就一次买三个。本来我当时是给我的工作人员也买了，就是我助理还有当时的宣传，我们一人一个嘛，然后我把他们两个人的份儿全吃了，就是我很快，我以一个很快的速度，就我刚开始只是矜持的咬了一口，就然后我就全吃掉了。然后他们当时还没有吃，是想说我们去那个进房间以后再吃，因为当时正在播高文，就正在播克拉恋人，那段时间我在天津拍麻辣变形记，然后当时就说那我们就等那个进房间边追剧边吃，然后我说你们还吃吗？拿来一下，然后我就把他们的两人份全都吃掉，那真的太好吃了，我几乎每天都要去买那个。哦，还有土豆粉，哦，请把两个搭配着吃。哎呀，说的我还想再随便往嘴里放点啥东西吃。哎呀，糟糕。我们来吃，你们可以吃起来了，因为都已经凉了。哦，这个我也吃不了，这啥啊，这啥呀，这什么东西，酸萝卜，胡萝卜，是胡萝卜啊，胡萝卜，妈呀，这怎么，哎，这东西有点一言难尽，好多菜拌在一起，你们吃吧，一会儿全凉了。
乌鲁木齐，嗯，乌鲁木齐的话变化应该蛮大的，因为光是我爸妈说就是我们家那一片儿的一个变化就挺大的。内蒙我没有去过内蒙，但是我会唱蒙语歌，哈哈，自己 Q 自己可还行。可以差不多说再见了。哦，真的吗？别的工作。裴月妹，我们要在此就跟大家说再见了。今天直播就到这为止，感谢各位大哥给我刷礼物。哦，不要再给我放烟花了，我要挂掉了。不可以。嗯。好了，朋友们，我们今天就突然这个直播就到此为止了。啊，是这样的，你不要挡着我的那个字呀，你不要再发那个礼物了，好吧？然后就是下次再见，对的对的，舍不得也没有办法啊。我今天的直播的这个时间就到此为止了，因为我还有别的工作。好的，就这样吧，拜拜，绝情的挂掉。好，我们下次再见啊，朋友们，今天的直播。感觉内容很多，就是啥都有，啥都有，但其实也是因为没有什么主题，然后就是想跟大家聊聊天，所以就开了这次的直播，然后下次我们再见。下次的话可能你还是不会有太多的主题，因为我觉得有主题的话就会略显生疏，对吧？虽然我知道也有可能不一定全部都是粉丝在看，有别人在看，但是还是想要跟大家聊一聊，这样子，对，就是这样子的。